的欧洲狗狗冲浪大赛在西班牙北部的海边登场了，许多主人带着爱犬一起乘风破浪，其中一只连年征战的威马猎犬得到的冠军奖牌超过10面以上。工作人员表示，冲浪可以拉近人和宠物之间的距离，主办单位则希望可以透过活动鼓励大家。新闻最后带你一块来看更多资讯，请锁定中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开启小铃铛。感谢您的收看，我是黄玉兰，祝您平安顺心，我们再会。